那是什么？哎呀，爷爷，这是个和尚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哥，快拿点水。哎呀，爷爷都舍不得喝，你怎么给他喝呀？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要善待每个你见到的人，要把他们当自己的亲人。哎。喝点水，慢点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师傅，您不是大唐人。是的，自动员来，先去大相拜见木剑大师。哦，无尘大师啊，正好我们也要去五台山，咱们一块儿去吧。二十年前光王殿下遇难时，老衲曾告诫请光王殿下在外人面前一定要装痴作傻，方可保住沈家性命。小王这些年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，可是当今皇上对我的疑心是越来越重，他怀疑小王窥视他的王位，多次想谋害于我。这二十年光王殿下做得很好啊。大师是说小王今天我还是该一如既往的装下去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善哉善哉。师父，光王外边有贵客到。哦，殿下请稍坐，我看看就回。把这大门关上。玉秀峰率全家给大师请安呢。啊，我有急事要和你商量啊。啊啊啊！啊，他叫惠恶，哦，是东营来的，我们在路上相遇。前来拜会大师的。哦，我奉九皇和旨意，王道长奉送三光，学习礼仪文化。阿弥陀佛，这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，来安排施主客房歇息。是啊。将军，将军，不能进去啊！这五台山乃高祖太宗父子龙兴之地，当今圣上恩准保留此庙宇，不知为何兵戎相见。我不是来拜佛的，说光王何在？老衲只管每日拜佛诵经，普度众生，阿弥陀佛。给我搜。将军，光王殿下，看来皇帝是多虑了。不过光王殿下，你可不要怨我。皇上比较害怕你这位皇叔，所以命末将为光王殿下
带来了一瓶好酒。爷爷，我见过有的观音像是男像，而且还有胡须呢。观音是没有性别之分的，男像女像是为了方便示众渡人而已呀。这可是皇上恩赐给光王殿下的，只要光王殿下喝了这酒，三天以后就可以彻底解脱了。喝了这酒，三天以后你就可以彻底解脱了。不是我，是光王殿下您。喝吧。既然你不想好死，我就成全了你。于是将军，休得造次。司马将军，你可看仔细了，我这可是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。二位将军息怒。将军，光芒殿下自小脑子有痴，他这次上山是求观音菩萨治病赐福。将军何必和一个病人一般见识，请将军恩准，让光王殿下先去拜过观音菩萨，待他下山后再另行处置。好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让光王再多活几个时辰。我跟不上明法，把观音宝像从观音殿请来，你们要携带观音宝像连夜下山。请方丈放心。莲妹，你和这秘色瓷观音像同岁，乃大机缘大因果，回到梅岑山一定替老衲香火供奉，不可一日间断。莲妹记住了。我是光王李毅。光王，下面有黑衣人在追杀我。我要送你上西天，剑在你手中，要杀要剐随便。你追杀光王，
罪不可赦。我是奉命行事，即使你杀了我，皇上仍旧会派人追杀光王的，让你去死。不，不能杀人。哎，莲妹，大人，请不要开杀戒。你闪开。大人，菩萨亦都有罪之人，坏人放下屠刀也能立地成佛。他也是奉命行事啊，就饶了他吧。姑娘，后会有期。殿下，咱得赶紧走。光王受了伤，又有人追杀，倒不如和我们一同去梅层山暂避一段时间，好好养伤。爷爷说过，一切皆有因缘。多谢姑娘。如今房角会有回向，又一些相求，会有来世，据皇后令我一定要到大家求亲密室子观音宝相回去，有动影吉祥太平。此乃好事，只是这密泽慈观音宝像昨晚已经下山了。怎么可能？昨天下午还在宝像下跪拜，会有万里而来，不能惊回密泽慈观音宝像。我极乐如香，就还我父命。观音宝像昨晚真的已随于师父回梅层山了。梅层山，他还有一个梵语名字叫普陀罗伽。你这么急急忙忙的上山寻找何人呢？我师父于是非是非。何师傅，来。哎呀，当心！何师傅，前面就是于秀峰的家了。哎，啊，我好像在梦中见过这座山，山南在，有此，南方有山，名普达洛迦伊奥菩萨，名观自在。哎呀，何师傅，你把我梅层山当成是观世音菩萨的普达洛迦了。普达洛迦，一见七十面，烟谷集中，泉流隐隐，树木文幼，长发柔软，右旋步地，广自在菩萨有金刚包血之上，结跏趺坐。何师傅，观自在菩萨在哪里呀？观自在菩萨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身边。御史将军一路辛苦了，下官已备好酒席为将军洗尘。不必了，时间紧迫，本将奉命捉拿屠魔造反的光王，光王现在已经逃入明州地界的梅城山，本将命你率兵引路前往梅城山。秀峰大哥，秀峰大哥，
哎，灰鹤师傅，别背，别背，快来！灰鹤师傅，快请进。哥，你看谁来了？你请。灰鹤师傅，您来了。哎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今日会有的见观音宝山，愿以神明之前行，敬请菩萨取东引。这要请密色祠观音宝像，必须要无尘大和尚同意才行。我为密色祠观音宝像而来，请主席就助我讲。宝像请回东引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师父，现在公王病重，我们救人要紧啊。庄大伯，您懂医术，快帮公王看看吧。哎呀，这光王殿下身受箭创，元气大伤，这一路上寒邪入体，命在旦夕呀。那怎么办？取松木与光王身边帐羽围成一圈点燃，借松木燃烧之热熏烤两个时辰，驱走体内寒邪。只是体表肌肤难以长时抵挡如此高温啊。那只能用莲花露水才能洗浴。莲花露水，莲花是佛花，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。与卯时取莲花露水收集于瓷坛中，熏烤时不断于身，以解体表之热。